达夫，浙江富阳人，现代著名小说家、散文家。你这兔崽子，竟敢打我！哎呀，邮差来了！哎，有没有我们的录取通知书啊？啊，有啊。你看，让我看看。郁达夫，谁是郁达夫啊？哎，是你的。他就是郁达夫啊。给。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哎，我说郁达夫啊，你考上秀才了，该请我们吃顿喜酒了吧？啊，该请我们吃喜酒了。寡妇的儿子请吃喜酒啊，让我们喝西北风还差不多呢。穷秀才，哟，秀才穿露脚的鞋啊，真是赤脚秀才。赤脚秀才，赤脚秀才，郁达夫，真没羞。赤脚还穿秀才啊？就是啊。哎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你们走了，来，走了。大夫啊，这一次你考上了县立高校，妈的心里可高兴了，你可为妈争了口气呀。大夫啊，为了筹集你的学费，妈把家里全部的积蓄都拿出来了。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呀，供你上学不容易。我知道了，妈。孩子，你再想想还缺什么。快把鞋脱下来，妈给你缝缝。我想买。你想要什么尽管对妈说。我你考上了高校，这是咱们家的大事，妈呀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的。买双皮鞋。皮鞋？皮鞋很贵呀，我们家从来没买过。好，妈给你买。妈，哦，您来了。哎，请进，请进，请请请。哎来来来，看看这双穿着行不行啊？我们试一下。好的，试试。再拿一双。来来来，这双怎么样？来，再试试吧。哎，嘿，正合适。行。啊，那就这双吧。好， 好， 好。多少钱呢？哎，便宜，2块大洋。我想赊一下账。赊账？过些日子还你，行吗？那不行，本店本小利薄，赊不起，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买吧。哎呀，说不行就不行，快走吧。妈，咱们走吧。妈，走吧。哼，咱们去别处试试。没钱想穿皮鞋，还想当官呢，算我瞎了眼。本店概不赊账。赊账？哼，我要是答应把钱赊给了你，谁保证把钱还给我呀？唉，我看呢，你这个儿子是穿不起皮鞋了。走吧，走吧。走吧。
在干什么？妈在找几件像样的衣服，拿到当铺去卖，好给你买皮鞋。妈，我再也不要买皮鞋了，我再也不要买了。孩子，妈穷，没有这个能力。不，妈，是我不懂事。哎，西荣，是你受了欺负，对不起，我以后要自己挣钱买皮鞋。好孩子，妈的好孩子。从此以后，郁达夫发奋读书，自强不息，终于成为著名的文学家。